汗淋漓的有氧运动让人畅快，但衣服却常湿湿黏黏，很不舒服。市面上大热的速干运动上衣价格差那么多，怎么选？今天本格男士选择了高端的耐克的 Dry Fit 速干衣和中低端的优衣库 Dry EX 速干衣进行测评。耐克的编织方式更加立体，优衣库则较为简单，能明显看到透气孔。这两件衣服尺码相同，但耐克的剪裁更合身，而优衣库则偏肥偏短。两款速干衣都有反光条设计，均能在夜跑时提升安全度。手感上说，耐克更加柔软，弹性也更好，在吸水性能上优衣库则更胜一筹，但耐克的透气效果和速干效果都比优衣库要好很多。这两件速干衣在跑步时的效果差距有没有售价差距这么明显？本格男士的小伙伴分别穿着两款速干衣跑步测试，看哪款效果更好。几圈下来，耐克的速干衣更加轻薄贴身，跑起来舒适凉爽，也不会摩擦皮肤。优衣库整体比较薄，也很透气，但有点松垮，跑起来会有摩擦感。经过一系列测验，本格男士认为耐克的速干性能确实要优于优衣库，但他们的售价相差5倍，如果每次只是慢跑2-3公里的话，多出来的性能也体现不出来。想了解更多男性职场穿衣打扮的常识，就来关注本格男士吧。